今天到深圳电玩节，就是现在是11点多，大概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会场情况。它这有个充气气球，然后右边是那个拉克兰的小舞台海报，今天是围了起来，春秋航空那个会换它的那个内场，然后就是你去兑换那个地方。后面是泡泡糖，泡泡展区，像这个都是玩家做的。啊，对，游戏者舞台，暗黑龙王，还有一些画作。拍照只限玩家，限玩家，咱们老总。这印的吧，打印的那个，就是用熨斗印的那一种，这个应该是他韩服的周边了。在网上卖的那个1300就是那个金条，就是在后面那边，后面那边，那个发展史。好，这是那个什么设定集里面的那些图片。这个应该就是他们之前做过那个鼠标垫，彩色的那个转蛋机。应该没有。到的是冒险岛最早的职员，现任职社区游戏副总裁，以及我们的弘扬工作室总经理胡婵君女士。我是胡婵君，今天非常激动，冒险岛20周年了。我想说，我其实每次每周年我都会来，我都说我是 GM001。非常感谢大家20周年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和冒险岛一起见证了成长，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和我们的主题一样，念念不忘，冒险远航。后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重新出发，走出一个新的冒险旅程。希望我们老的用户继续陪着我们，我们也希望新的用户加入进来，也一起陪着我们。我想说，冒险岛加油！好，冒险岛加油！非常感谢我们胡总的支持哈。尊敬的胡总、各位嘉宾、各位玩家粉丝，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我们冒险岛20周年庆的活动现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
看到这么多热情洋溢闪耀着青春光芒的玩家粉丝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开心。冒险岛呢，作为一款经典的网络游戏，多年来也积累了众多的玩家粉丝，特别是年轻用户。那么老凤祥呢，是有176年历史的金字招牌，我们呢是中国珠宝首饰业的头部品牌。那么我们现在最看重、最青睐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群。这两年呢，我们有很多新的 IP 合作内容在开发。那么我们这次跟冒险岛的这款产品，已经是我们和盛趣公司的第二次握手。老凤祥的经营理念呢，是共进、共赢、共享。我相信，我们双方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以共同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更深、更好的合作项目，给我们的年轻用户带来更多的优质体验。最后，祝冒险岛20周年庆活动精彩纷呈，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个知名 coser 卡琳娜来到现场，作为玩家之一的她，也将和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下午哦，欢迎。请娜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叫卡琳娜，很高兴来到这里 ，to celebrate the Maple Story， the birthday of the Maple Story。对。那么有请我们的嘉宾们移步我们的台前，我们留下尊贵的合影。在20周年特别之际，我们的冒险岛和老凤祥合作推出的纪念金票作为周年庆有限定礼物。今天呢，我们的胡总经理也把这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们的玩家代表卡琳娜。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上这份特别的礼物。随着仪式的启动，我们的购买渠道也同步在官网上线了喽。小伙伴们，你现在请的官网来看一下。有一天就会变得冰，心愿上你的照着按照你穿衣服按穿衣服啊，实现每个所扎心，心中的梦让我无法平静，想要前进却又怎么能行，伸出你的双手请不要犹豫，不管哪里，你都在我心里。我舍得一人的眼睛，来照亮你。Today I have a special outfit for the Maple Story happy birthday, right? So I'm happy here. And I created this outfit specially for the anniversary. 那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参加冒险岛的活动，你有什么想 cos 的角色吗？You know, I'm Libra,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make choices. I like them all equally, so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one choice. 那里有很多矮人，我也是一个矮人。矮人大集合。但是我I can pretend to be E, so don't worry, I will be E for you. 因为我们这份嘉宾将是我们的合作品牌方 Cookies 提供的嘉宾。来，你停止。好，看看大屏幕上有没有你手上的手环呢？来，我们的一轮，大家请准备，3、2、1，开始。来，暂停。来，请暂停。来，看看有没有你呢？3、2、1，开始。来，暂停。是我们的23号和137号，这两位小伙伴请挥手，让我看到你。
那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街舞桃花树给我们的街舞蛋壳老师。好的，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表情包毛大叔。那首先是我们看到的高能够来，还有极限传送，还有零基础梦想家。无论是追求升级效率，还是拼凑联盟拼图，或者连满全职业，这些活动都是你的最强助力。还有我们的周年庆系列主题活动《梦中的拉克兰》，为期11周，各类活动轮番登场，参加小游戏，打卡每日签到，蹲点争议福利，每天都有充实丰富的活动体验。果然是这里聚集了那么多的千金，今天这里居然来了这么多的对抗者，我非常讨厌这种力量。你们聚在这里是想来挑战我太阳神秘特拉吗？好啊，太阳神秘特拉，您怎么会在这里？相对于对你们这些对抗者的讨厌，我更加饶不了那个吉伦达尔瓦这个家伙。我可以暂且不与你们计较，不过凭你们现在的情况，想赢得了吉伦达尔瓦，他可是连我都算计了。消息是今日官宣公布，冒险岛确认将联动外号 Carbon White。 这个蓝色的怪猫有点意思，看起来还是变化蛮多的，令广大玩家的期待与心声。下一个版本将开放神之子指令的创建，神之子听说就是个区区时间超越者的转世传承，也好意思以神之名自称，真是大言不惭。觉得神之子很厉害吗？怎么有这么多人希望开放他的职业创建呢？神之子他非常稀有，而且他非常强大，玩法和成长线也是比较独特的，确实是玩家所期。罢了，让神之子改天来找我打一架，以示比试。那你们就抓紧时间上车吧，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全面应用角色死亡后不掉争议的设定，这又是啥？死亡不掉争议，听起来是个扶持弱小的福利，培养温室的花朵吧？尼特拉大人，您特别这样说，这个设定。Thank you.
身边这一点，等着你日渐长大，美得像是一点甜在我胸前。如果那半路上成功，变成打散的小汽车，感谢这次绝对不会发疯。是你的心思的巴巴巴巴，也帮你陷入的巴巴巴巴，往事是最佳的不值得想象象。是你的心思的巴巴巴巴，也帮你陷入的巴巴巴巴，你若是被我失恋这迷魂是无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另一位重磅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让我们有掌声欢迎我们的冒险岛海外总监李尚贤先生。안녕하세요패션트디렉터이상현입니다是海外总监李尚贤。很高兴能与这一次帮大家相会，正式祝贺中国冒险岛品牌20周年。네감사한마음이가장큰것같습니다너무나도당연한얘기지만유저여러분들께서이렇게긴시간함께해주시고사랑해주신덕분에메이크스토리가20년이나함께할수있었다고생각합니다항상많은사랑으로함께해주신점다시한번감사드립니다为了中国冒险岛玩家们，借此机会，我想首次公开冒险岛改版内容。现在登陆冒险岛之后，请前往社区村以及主要村庄，找 NPC 泰瑞进行对话，并输入关键词“20周年感谢礼物”，就可以领取如此的奖励。来看看这一轮出发的游戏吗？开始。我们的257号是哪位幸运观众呢？看我们的这个手办真的是非常大一个，自发放到我们的玩家手中。请看我们的摄像师老师镜头，来一起记录下这个美好的瞬间。停。好。0030762895。0501625216243邀请各位观众小伙伴和托斯以及我们的互动经理以及互动经理。我们台下待着的观众是好热情。瞬间，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吧。